Hello， 各位亲朋友，大家好，我是爸爸超人。今天呢，真的要感谢小公主，赞叹小公主。刚刚发来了一个信息，来自小公主守护者的礼物，这是来自全伺服器第一位获得传说时装的守护者小公主的礼物。每个人都获得了11抽华丽的时装召唤券11抽，然后还有金币100万啊！哇，真的好感恩哦，真的好感恩。对啊。只是因为他一个人得到，我们全部人都升天了。好，那我们就来蹭一下，看看有没有机会在这11抽抽到金色的。啊，这个是小公主的礼物，感谢小公主，赞叹小公主，抽！好，就看各位朋友分享啦。我应该是没有机会抽到蓝色以上的。正常发挥啊，正常发挥啊，平常好事做不够多，好，需要再更加的努力。我看一下哦。白白绿绿的，好，正常发挥。OK， 骑士加油了，各位朋友。如果说呢，你们今天还没有上线的话，快点上线，小公主发礼物了。OK， 就这样，拜拜。